我们威廉今天要打针，要打针。你知不知道你等一下要去打针呢？嗯，你以为带你出来玩呢，还挺高兴的。看你等会儿到了医院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在等打疫苗，小威廉很乖，戴口罩了。因为疫情，每一次只能有一个家长陪同进来。啊，因为疫情现在来医院，每次进门之前都会有人让我们问一下有没有这个 COVID 的症状，然后没有的话就拿一个小纸条，然后在手上消消毒之后才能进去。然后里边的人又问一次，然后你每次去哪一个部门的时候，那个人都要问一次你有没有这些症状，觉得好烦呐、啊。等待室就我们一个、啊，是不是？小威廉应该是有对医院不好的记忆，还没开始打针呢就开始哭了。那一会儿打针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嗯，给你委屈的。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嗯，下了，好了好了。威廉，你看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谁刚打完疫苗啊？谁最坚强啦？是不是威廉？打疫苗全身小汽车都没掉，还是这两台小汽车握在手里。嗯？哭得再撕心裂肺，我们小汽车也不掉，是不是？好完了，打完了，我们现在是大宝宝了啊、嗯，好不好？下一个。对了，我说我儿子上半年上边半张脸长得很好，下边半张脸长得不舒服。哎呦我的妈！海胆就是很咸，
经过了十个月的努力，可以用自己赚到的这个钱来买自己的房子，给自己买个房子，什么感受？采访一下。哎，他那个二楼的 desk， 哎 ，loft 才840，我们要不要？好。就等一会儿再看一下那个吧，会不会觉得很挤？能放电脑什么的，挺小。然后他两个位置嘛，挺好的，孩子可以在那学习。我之前心里有个梦，就在东山少林学武功，一身正气飞檐走壁，飞檐走壁。什么鬼？